闪现换一条风龙，哎，这里被鲁泽一个先手上去接，是一个机会，汤姆正好不在，蝎子也被秒掉了，有点危险。萨尔斯哥船长直接果断给大，这边吃进来一个嗨粉电话，美宝女警啊，女警这里往后拉，这里还可以打对方前排，这里一个艾克盯到三个人，船长死了，螳螂阵亡，艾克的话交给大的大招。枪血量顶下去，冒一个人顶上来，蝎子什么时候交？1700血都不敢打，1300，这20血，20血抢到了，蝎子抢到了，而且狼心这边还要经常打，狼心这边会不会有点冲动了？狼心这边打出炸死一个布罗，但是自己也被秒掉。上路这一波，他刚刚那个冲拳如果冲到的话，感觉有机会反杀，而且大招是躲了这躲了嘲讽。对，看一下这一波他如果撞到的话是有机会打的。正面开打，想要秒蝎子，蝎子拉到人，但是这个地方还是被秒掉了。小炮击杀了蝎子之后，加里奥开了个小金人，怎么走？怎么走？直接一个火箭腰带往回走，但是牛头被留住了。这波好像点一下，哇，一枪半血，这再点一下爆头，走了，晕住，布隆开盾，但是还是被点火给烫死了。正面还要继续杀吗？小炮开治疗往后拉身位，但这点是太痛了呀！闪现，这一发爆头点出来是有可能要杀的。等一下，两个一起死，一箭双雕。